走啊，待会上我妈那儿啊，注意你的嘴哈，别胡乱说。好，行吧，等着我回家看我怎么说。听你的，我不会胡乱说的。你每次你都好好行吧。妈妈，妈，干嘛呢？来了。呜！哎，这个箱子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干啥呀？这纸箱子怪好。你俩干什么？啊？你俩干什么？我给美丽的箱子个包啊，箱子个包，我那个弄纸箱子攒钱嘛，不是？我什么时候给买？你不箱子那个包吗？让我给你买。走走走，回家回家回家，好，回家。啊，你看这电视好看吧？给你找的你喜欢看的，你老年人看的电视。你给我站着干什么？又坐下。妈，我等你喝完，我要这个瓶子。你别笑，凭什么？我在家里没零花钱，我就捡捡瓶子卖卖，当零花钱的。你不给他零花钱了？我平时怎么没给你零花钱了？你这个月没给我。上个月多少钱啊？你没给我。上个月都花完了吗？上个月早就花完了。你在丈母家面前你会这样？那妈，他要打我。那我两个字吗？你们多给点，给多少？妈妈，你不给，你不用他，我卖卖瓶子够了，我卖卖瓶子行了。到底去买？他我不敢买，我给你去买。你给我去，去去。咱买酒喝着。管没什么的行。Later。下了。我下去了。那个你到家他要再欺负你，这你给我那个打电话。行，妈，我去收拾收拾他。好，慢点哈。嗯，好，好，我下去了啊。好，我想着。好。媳妇儿，回家了，干嘛呢？走。啊？还演吗？妈，演什么了？我妈走了，看谁还给你撑腰。不，你看看回家，回家我好好给你算一算，你没完了，你在这演的一出又一出的，还捡瓶子狼森的，你没不。媳妇儿，咱妈咱回家好好过日子，咱抱一抱，一笔勾销了，行吧？哎，你想什么呢你？啊？还拥抱一下子？你做梦呢你？啊？还你，咱俩回家好好算算，我在这儿吃多少亏，回家我就加倍还回来。不，妈，你来了。还演？继续演。我妈都走了，你还演给谁看呀你？就算我妈来了，我让你俩一块儿出去捡瓶子，你俩一块儿出去捡瓶子。妈，他让你捡瓶子。你别笑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Nice。